地方就是我们拍那个富吉拉。呜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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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是我们第一支舞蹈影片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地，福地福人跳，很青春。然后我有一点害羞，有点羞涩，因为一开始看到他们，我说哎，同学大家好，对。然后而且我动作没有记熟，因为最近都在运动，时间比较满一点。所以刚刚，好，我问一下，各位同学，同学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，就是你们认识我是谁吗？知道吗？跳舞之前，同学，你们认识我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对，因为我是一个 YouTuber， 然后我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里面都有一些跳舞的影片，你们可以订阅一下，因为你们这一支也会放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。好，OK， 加油！你们是看哪个节目认识我的？超级魔王啊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你说什么？魔王大道。超级魔王大道。哦，超级魔王大道，刚好我没有参加，是全民大闷锅，全民大闷锅也可以，或者是康熙来了，综艺大热门。对，那刚好魔王大道我没有，但那也是模仿的节目了。好，所以要到那边去练。到真正要拍摄的地方。对哦。那里啊。精英中的精星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